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языковую школу про, где вы научитесь самым важным коротким диалогом из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. Готовы? Начнем. 我为错误向你道歉.这没有任何差别.我为错误向你道歉.这没有任何差别.我为错误向你道歉.这没有任何差别. 你祖父多大了？我祖父今年九十一岁。你祖父多大了？我祖父今年九十一岁。我感到沮丧。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感到沮丧。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感到沮丧。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么么事顺便问一下。 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奥地利。顺便问一下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奥地利。顺便问一下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奥地利。这是严重的吗？情况不太严重，服点药就会好的。这是严重的吗？情况不太严重，服点药就会好的。 这是严重的吗？情况不太严重，服点药就会好的。如果你明天来不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没关系。如果你明天来不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没关系。如果你明天来不了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没关系。天气会下雨吗？我恐怕是这样。 天气会下雨吗？我恐怕是这样。天气会下雨吗？我恐怕是这样。我可以带个朋友吗？欢迎携带伴侣。我可以带个朋友吗？欢迎携带伴侣。我可以带个朋友吗？欢迎携带伴侣。 我想在今年秋天去欧洲度假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想在今年秋天去欧洲度假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想在今年秋天去欧洲度假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你喜欢旅行吗？是的，我非常喜欢。你喜欢旅行吗？ 是的，我非常喜欢。你喜欢旅行吗？是的，我非常喜欢。你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是的，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。你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是的，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。你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是的，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。你闲暇时间喜欢做什么？ 我喜欢收集邮票。你闲暇时间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收集邮票。你闲暇时间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收集邮票。我想在这个星期日吃日本料理。嗯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我想在这个星期日吃日本料理。嗯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我想在这个星期日吃日本料理。 嗯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他们不是学生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们不是学生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们不是学生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一切都清楚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 没有问题，一切都清楚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一切都清楚了。你会跟我一起来吗？不，我需要去睡觉。你会跟我一起来吗？不，我需要去睡觉。你会跟我一起来吗？不，我需要去睡觉。你是什么意思？ 没关系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。他不抽烟，那对他的肺很好。他不抽烟，那对他的肺很好。他不抽烟，那对他的肺很好。 你常去餐厅吃晚餐吗？我每周很多晚都去餐厅。你常去餐厅吃晚餐吗？我每周很多晚都去餐厅。你常去餐厅吃晚餐吗？我每周很多晚都去餐厅。你通常熬夜吗？只有在派对的时候。你通常熬夜吗？只有在派对的时候。 你通常熬夜吗？只有在派对的时候。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上班？今天我们放假。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上班？今天我们放假。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上班？今天我们放假。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你在撒谎。 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你在撒谎。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你在撒谎。下个星期一我可以过来吗？是的，请随时来。下个星期一我可以过来吗？是的，请随时来。下个星期一我可以过来吗？是的，请随时来。 今天很冷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今天去滑雪。今天很冷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今天去滑雪。今天很冷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今天去滑雪。你的英文说得很好。谢谢你。你的英文说得很好。谢谢你。你的英文说得很好。謝謝 谢谢你。你喜欢哪种运动？我喜欢足球和篮球。你喜欢哪种运动？我喜欢足球和篮球。你喜欢哪种运动？我喜欢足球和篮球。我们要结婚了。为你感到高兴。我们要结婚了。 为你感到高兴，我们要结婚了。为你感到高兴，你的中文听力很好。我每天早上都听中文广播。你的中文听力很好。我每天早上都听中文广播。你的中文听力很好。我每天早上都听中文广播。排水口又被堵住了。 我会叫水管工来修理排水口又被堵住了。我会叫水管工来修理排水口又被堵住了。我会叫水管工来修理。你有更大的东西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有更大尺寸的。你有更大的东西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有更大尺寸的。你有更大的东西吗？ 当然，我们也有更大尺寸的。快点，放轻松。快点，放轻松。快点，放轻松。我头痛的厉害，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你的药。我头痛的厉害，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你的药。我头痛的厉害。 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你的药。你读过那份研究吗？那很有趣。你读过那份研究吗？那很有趣。你读过那份研究吗？那很有趣。你的品味不错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的品味不错。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的品味不错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想去看电影吗？我现在没有心情。你想去看电影吗？我现在没有心情。你想去看电影吗？我现在没有心情。你的听力测试怎么样？ 还不错，成绩在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你的听力测试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成绩在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你的听力测试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成绩在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你好，我能见布朗先生吗？对不起，布朗先生现在不能见你。你好，我能见布朗先生吗？ 对不起，布朗先生，现在不能见你。你好，我能见布朗先生吗？对不起，布朗先生，现在不能见你。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方便？明天打电话给我。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方便？明天打电话给我。什么时候打电话比较方便？明天打电话给我。 你读什么样的报纸？一份财经报纸。你读什么样的报纸？一份财经报纸。你读什么样的报纸？一份财经报纸。你为什么看起来困惑？我迷路了。你为什么看起来困惑？我迷路了。 你为什么看起来困惑？我迷路了。你想吃什么午餐？随便。你想吃什么午餐？随便。你想吃什么午餐？随便。你受伤了吗？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受伤了吗？ 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受伤了吗？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知道这个电话号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这个电话号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知道你知道这个电话号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对你方便？ 我星期天有空，什么时候对你方便？我星期天有空，什么时候对你方便？我星期天有空。你二月份来过这里，对吧？不，我不是。你二月份来过这里，对吧？不，我不是。 你二月份来过这里，对吧？不，我不是。这家店的蔬菜水果非常新鲜，真的吗？之后我会去那里买东西。这家店的蔬菜水果非常新鲜，真的吗？之后我会去那里买东西。这家店的蔬菜水果非常新鲜，真的吗？之后我会去那里买东西。 这对我来说太小了。你有更大的吗？这对我来说太小了。你有更大的吗？这对我来说太小了。你有更大的吗？你闲暇时间都做些什么？我喜欢踢足球。你闲暇时间都做些什么？我喜欢踢足球。 你闲暇时间都做些什么？我喜欢踢足球。你需要尽快吗？没什么赶集的。你需要尽快吗？没什么赶集的。你需要尽快吗？没什么赶集的。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 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打篮球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打篮球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打篮球。 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一直很乐意帮忙。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一直很乐意帮忙。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一直很乐意帮忙。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，他们提供什么类型的食物？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，他们提供什么类型的食物？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。他们提供什么类型的食物？你能不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工作。你能不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工作。你能不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工作。你能载我一程吗？ 当然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能载我一程吗？当然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能载我一程吗？当然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经常看到他吗？我们每个月一起吃两次午餐。你经常看到他吗？我们每个月一起吃两次午餐。你经常看到他吗？ 我们每个月一起吃两次午餐。你现在要点餐吗？是的，请。你现在要点餐吗？是的，请。你现在要点餐吗？是的，请。说英文难吗？如果你练习英语很容易。说英文难吗？如果你练习英语很容易。 说英文难吗？如果你练习英语很容易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认识的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认识的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认识的。还有什么其他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谢谢一切。 还有什么其他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谢谢一切。还有什么其他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谢谢一切。你什么时候去上海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去上海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去上海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 你今天会迟到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你今天会迟到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你今天会迟到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？是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？是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？是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真的很擅长写歌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真的很擅长写歌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真的很擅长写歌。擅写歌他擅长说英文。他经常学习。 他擅长说英文。他经常学习。他擅长说英文。他经常学习。你觉得他讨厌我吗？他性格内向。你觉得他讨厌我吗？他性格内向。你觉得他讨厌我吗？他性格内向。他昨天缺席了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他可能生病了。他昨天缺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他可能生病了。他昨天缺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他可能生病了。你不同意我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你不同意我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你不同意我吗？我 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担心会下雨，别忘了带伞。我担心会下雨，别忘了带伞。我担心会下雨，别忘了带伞。我要在里面办点事情，请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我会的。我要在里面办点事情，请在这里等我一下。 我会的。我要在里面办点事情，请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我会的。你一个星期运动几次？我每周运动四天。你一个星期运动几次？我每周运动四天。你一个星期运动几次？我每周运动四天。你今晚要和我们一起吗？ 我加入。你今晚要和我们一起吗？我加入。你今晚要和我们一起吗？我加入。我刚刚在说什么来着？你刚才在跟我讲你去上海的事情。我刚刚在说什么来着？你刚才在跟我讲你去上海的事情。我刚刚在说什么来着？ 你刚才在跟我讲你去上海的事情。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演讲。别害怕，大家都很友好。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演讲。别害怕，大家都很友好。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演讲。别害怕，大家都很友好。我现在有空。你想去音乐会吗？ 我现在有空。你想去音乐会吗？我现在有空。你想去音乐会吗？你的物理考试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谢谢。你的物理考试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谢谢。你的物理考试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谢谢。 天气开始变凉了，来用我的外套吧。天气开始变凉了，来用我的外套吧。天气开始变凉了，来用我的外套吧。你来自哪里？温哥华。你来自哪里？温哥华。你来自哪里？ 温哥华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来自加拿大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来自加拿大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来自加拿大。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吗？不，我还没有决定。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吗？不，我还没有决定。 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吗？不，我还没有决定。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他的电话号码在这张纸上，你可以联络他。好的，谢谢。你每天什么时候上床睡觉？ 大约中午十二点。你每天什么时候上床睡觉？大约中午十二点。你每天什么时候上床睡觉？大约中午十二点。毕业后你想做什么？我会进修。毕业后你想做什么？我会进修。毕业后你想做什么？我会进修。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？我的预算是一千日元。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？我的预算是一千日元。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？我的预算是一千日元。你想再来一些派吗？我感到满足。你想再来一些派吗？我感到满足。 你想再来一些派吗？我感到满足。你是怎么到达那里的？我乘飞机到达那里。你是怎么到达那里的？我乘飞机到达那里。你是怎么到达那里的？我乘飞机到达那里。机场很拥挤。照看好这个行李箱。 机场很拥挤，照看好这个行李箱。机场很拥挤，照看好这个行李箱。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？我会在那里待三个星期。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？我会在那里待三个星期。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？我会在那里待三个星期。 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下个月我可以出院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下个月我可以出院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下个月我可以出院了。你希望我怎么切它？缩短所有部位的发型。你希望我怎么切它？缩短所有部位的发型。 你希望我怎么切它？缩短所有部位的发型。你最想去哪里游览？我最想参观的地方是巴黎。你最想去哪里游览？我最想参观的地方是巴黎。你最想去哪里游览？我最想参观的地方是巴黎。巴黎秋天的天气很凉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季节。 秋天的天气很凉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季节。秋天的天气很凉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那个季节。这个收音机是你的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这个收音机是你的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这个收音机是你的吗？是的，我这么认为。 嗨，Hi, 很高兴认识你。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嗨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嗨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祖父多大了？我祖父今年九十一岁。你祖父多大了？我祖父今年九十一岁。 你祖父多大了？我祖父今年九十一岁。你喜欢可乐吗？我喜欢雪碧胜过可乐。你喜欢可乐吗？我喜欢雪碧胜过可乐。你喜欢可乐吗？我喜欢雪碧胜过可乐。你闲暇时间做什么？阅读书籍和朋友聊天。 你闲暇时间做什么？阅读书籍和朋友聊天。你闲暇时间做什么？阅读书籍和朋友聊天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日本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日本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日本。 他弄丢了中奖的彩票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他弄丢了中奖的彩票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他弄丢了中奖的彩票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你去过上海吗？不，我没有。你去过上海吗？不，我没有。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ше обучение. Если вам нравится наш канал, подпишитесь, оставьте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и поделитесь. До следующего раза, пока.